亲爱的，你跟我来。哦哦，哇哦，剧情转折，我女儿要酷多了，不要再和那个坏女孩说话了。我的家人，爸爸和我，有谁不见了？妈妈，这是给我的妈，谢谢。来块饼干怎么样？耶，好点子，谢谢。哪个妈妈最适合我？好的还是不好的？我喜欢和妈妈一起画画。亲爱的，你画得真好，你是我的小梵高。小朋友，你想要画画吗？耶，这是我的刷子。刷子？为什么？妈妈有更好的主意。我们画上整面墙，用力摇晃罐子，整个世界都是你的画布，你喜欢吗？接着。哦，警察来了，快跑。亲爱的，冷静点，深呼吸，呼气，吐气，注意你的感受。哦，我需要一件新外套，我想要，我想要，我想要。哎呀，深呼吸，呼气，吐气。妈妈，我们继续。我想要一件夹克。亲爱的，看看这些杰作。哦，看，你的鼻子一模一样，好漂亮。我们去隔壁房间吧。亲爱的，看看这些杰作，我们走吧。在这里坐下。谁要纹身？是我。哎呀，好危险。哦，我的孩子在拉小提琴，他太有才了，我为你感到骄傲。另一堂小提琴课会杀了我的，请不要再折磨我和你的小提琴了，亲爱的，大声点，敲出你的节奏。朋友们，这真是太棒了，不要停止表演。该讲睡前故事了，亲爱的，这是你的最爱，第一章。你已经睡了吗，我的小天使？你想听睡前故事吗？好的，听着。从前，在万圣节，一些顽皮的孩子走进森林的深处，听到了电锯旋转的声音，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了。完了，晚安，亲爱的，做个甜蜜的梦哦。我们要打扫卫生了，让它变得很神奇。哇哦，一个神奇的鸡毛掸子，开始我们神奇的大扫除吧。哇哦，妈咪，你是真正的清洁小仙女，你也可以试试，打扫就是这么简单。哇哦，干得好，不许动，否则我会开枪的。我做到了，你是逃不了的。枕头大战，这是最后一轮。好了，我们必须清理这里。小家伙，你也准备好了吗？这是你的武器，然后开始玩。太棒了，我们看看 Instagram。 干得好，小家伙。拥有一辆自行车是我的梦想。这是一些钱，这是你的第一笔投资，把钱放在存钱罐里，你就可以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。妈妈，该走了，我们会融入人群的。我们有个问题，钱放不进存钱罐了，我得把多余的钱退还给银行。快点，小伙伴，谢谢你，银行，太多了。亲爱的，专心。3、2、1，我们开始吧。吹吹吹，我把杯子吹倒了，击掌冠军。妈咪，专心，
完成了，我搞定了立方体，你是我的小天才。准备好了吗？八、九、十，这是个记录。现在我们开个茶话会吧。谢谢你邀请我过来，小猫小姐。加油，小家伙，你把所有的罐子都打翻了，真的好。该起床了，我的天使，该起床吃早餐了。哦，这是你最喜欢的谷物，祝你好胃口哦。妈妈，该起床了，给我五分钟，妈妈需要睡觉。行，我去做早餐。这儿的某处有谷物，在这里。这什么？金钱味道的谷物。我有钱了。什么？我的积蓄。啊不。哦哦，小家伙，听。闭上你的眼睛，并数到五，生日快乐，亲爱的，惊喜哦！我的新吉普车，系好安全带，跟我来，妈妈。这是你的车，毛绒玩具车，你是认真的吗？这是你的礼物，耶！一辆车，发动引擎。哦耶！这才是我的姑娘，这是你的车，一个带尖刺的玩具，我想要一辆真车。嗯，甜心，你只能选择一件商品，我们会购买，可以吗？好的，一个枕头，我要它。好的，我买一个枕头，真是个好姑娘哦。我也可以要一个包吗？拜托，妈妈。不，我们说好的，只买一件。哦天哪，我们买所有的吧。这个，这个，当然还有这个，拿着它。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，妈妈要试穿，在这里等着我，没有一个是给我买的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太好了，我们买吧。我忘记羊角面包了。哎呀，它们太完美了。我给我女儿留着。哦，羊角面包，太棒了，他们还是热的。耶，好的，我会来参加派对的。妈妈，我的食物呢？这是钱，去学校食堂买点东西。亲爱的，你穿的是什么？等等，好了，这条裙子好多了。别忘你的头饰，公主。还不是所有的，你的配饰，一个钻石泡泡板。哇哦，我的小宝贝。什么？公主穿着这样的窗帘儿，没门儿。过来，宝贝，你喜欢你的风格吗？酷，对吧？给你，别忘了你的玩具。这是什么？一个硬核的泡泡乐，玩得开心哦，亲爱的，不要搞出麻烦。我的妈妈就是不明白。我想穿一件普通的连帽衫。好还是不好的？两个都不好。你好，爸爸。哦，亲爱的，多么棒的话呀，我们回家吧。你喜欢我们的故事吗？那么就在下面写下评论，并告诉我们你更喜欢哪个妈妈，好的梅布尔还是坏的阿什利。
亲爱的朋友们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请给这个视频点赞并点击铃铛，不要错过芜湖上任何搞笑的新视频哦。